我们先把主线弄一弄好了，有点无缘。接下来影片可能会直接讲角色了呗，是吧？先把这事实讲一讲。哇哦，结果他更新了，什么鬼啊？张若琳是吗？很潦草哎，从这边讲好了。刚才讲的同时，我们一起要不要另一只？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这样不太好。哎，张若琳啊，来这边有比较繁中的，看那边其实有点潦草哈。你看一下今年，好喽，什么少将军？来，今天抽到了一个玩家了哈。